各位同心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上闭幕式哈。这节课由我们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来演讲哈，请大家用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就感谢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时间过了足紧的嘛哈。三天安尼就过去啊。但闭幕式啊，我要来问大家，咱来这有去读到什么物件？恁大家唔知知影无？如此美善，在外口都无听过嘛，对不？这实在，我要甲大家讲，大家有福气啦，无福气的听袂到啦。我来安尼讲，有个人讲，我后边讲，事先。好啦，我跟咱确定啊，咱所准备的 PowerPoint 啊，要给大家看。我首先来介绍我家己啦，因为咱课表内底有我的名嘛吼，啊，这无把我的名打出来啊，我就是来看课表迄张，咱若有课表就看得到，啊，无课表我。工程章吼，文章的文，院士文章的文，下面个应该个三撇啦，讲颜色的颜那个去掉叶旁啦。张文彦吼，现在你有带手机来的，你就上网去查啦，你写有。因为我在研究所上课的时候，我都要求我的学生带笔电来。我讲到哪一个地方，要求他们上网去查。因为这样的话呢，会了解说我们所讲的都是事实，不是乱盖的。所以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你们现在有笔电的，你或是那个手机的，你就写张文彦，加两个字教授就好了，可以看到我的资料。这个马上查就马上就知道。那大家了解了以后呢，我事先来我们是感谢大家来参加，因为有你们的参加，我们的希望才有希望。那也安尼讲，因为美国跟咱讲四千个嘛，咱四千个要够啊。欠一输啊，所以大家那足艰苦，拢咧拼这个事情个。过刷落，美国佫甲咱讲，41万个身份证，咱大家也足辛苦，即马拢咧摇街啦。现在都在游街，这样做唤醒台湾人民，因为台湾人民差不多70几年来所受的教育都是骗的啦，怎么这样说？
啊，我做老师，实际上我袂安尼，我徛伫讲台顶所讲的，甲私下落来讲台以后所讲的拢共款，不会袂讲徛伫讲台顶甲讲台的差足济咧。啊，实际上学校校长就是讲，就是我后边讲啊。你看教育部长，即摆来后边讲啊，莫怪以前太阳花讲是大学生，即摆连高中生，甚至于国中生，拢要徛徛出来，啊，这是啥？拢用骗的嘛，是安怎要安怎骗，要甲人骗。讲我们的首都就是在南京啊，安尼大家听会落无？啊，佫甲人讲啥？台湾最高的山是，嘛讲我国的最高峰是哪里？啊？讲喜马拉雅山啊，拢用骗的啦，没有面对现实，所以含国中生都要出来抗争，要来反对课纲微调，这个不是微调啦，是在造假啦！什么用叫做微调啊？就客气了。事实上是在造假啦，不面对的事实去解决问题啊！这种教育训练出来，哪会为国家用心？现在抓到很多说把我们的机密卖给对岸中国啊，法院判刑啊，这很奇怪啊，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？说敌我不分啊，最高法院啊，以前的啊法官，讲这种敌我不分的原因是什么？讲都要叫马英九出来讲哦清楚，中国是咱的敌人，啊是咱的友人。人的报纸就安尼咧报啊，讲爱马英九出来讲哦清楚，中国是敌人，还是友人？这若讲无清楚，这个军官到底有出卖啊，无出卖？啊！法院的判定说是他出卖，嗯，啊，那政府的官员拢甲那边两相好，啊，甲退啊退下来的将军都说共军、国军就是中国军，啊，你看。美国啊，听到安怎？大家去思考，因为咱来这上课了后，才知影讲，流亡政府啊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来这，是暂时的尔，伊爱阁返去因的国土，因的国土地带，
现在伊管辖金门啦、啊、马祖啦、啊，所以要去美国，要去美国，伫金门马祖来签，要去美国要签证的，叫因都爱填中国人啦、啊。啊，这唔知大家知无？唔知会举手好无？哦，知就免举，唔知啦，唔咁唔知啊。啊，这就是啥？中国都咧啊，因为咱美国甲咱讲，他是承认一中政策。什么叫做一中政策？全世界只有一个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啦，没有中华民国啦，这个是美国承认的啦。啊，我们这边也说是怎么样？是啊。我们这边说九二共识，他们喊是一个中国政策，我们这里面就说也是喊一中，但是说在九二共识，你讲你的，我讲我的，啊，这样不是都在骗，所以今年啊。应该是我会看出啊，这个端倪来了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大家来这上课了后，才知影讲，确实这个政府未使伫台湾用因的流亡的。政府来统治了，绝对不可能的代志嘛。所以，对咱台湾民政府决心啊，因来买出来出地，因为咱是合法的呀，依照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啊，甲台湾关系法，咱是在美国华盛顿 DC 有注册的，有办公室的。啊，民进党靠近啊，伊看咱讲，我那台湾民政府。有在华盛顿 DC 设置办公室，因知影了后，因万人差不多两年外要到三年，因也才去设一个办公室伫华盛顿 DC， 啊，这也是事实啦。哦，啊，这大家可能无清楚啦，较无清楚，啊，实际上就是安尼啊。好，咱要来。中学习啦，咱的一寡遐江苏所上的观念，啊，甲咱的要互大家了解，我准备一些 PowerPoint 互大家看，啊，咱加再来说明。这是咱的什么？宗旨，每一个来参加的同心，拢爱有这个观念，因为咱这个观念比科批也较早。秘书长定咧讲科批的代志，啊，我的确啊不错，科批啊科批不错哈，但是咱这个。为百姓设想，咱的宗旨啊，比科批
早要两三年啦。是安怎安尼讲？咱上头啊，开信的时候，拢有咱的主张，有啊无？拢有咱的主张嘛？咱的主张，因为美国甲咱讲和平转移啊，不用武力，不用暴力，和平转移，美国交代，所以这拢是咱的主张。哦，啊，但是足少咧讲宗旨啦，咱的宗旨是啥？咱的华理学院结业的同心呐、啊，咱大家爱有这个观念，咱来这上课，以后是要为着咱啊未来的子孙，甲百姓来设想。所以，咱啊执政了后，所有的官员。那无为百姓的设想，啊，歹势，没有责任啊，没有那个连啊，那个一任多少年的啦，啊，大家拄啊有迄个本红的摕出来看卖，啊，咱这本，这本啊。拢咱的法案呐、啊，啊，我经过众议院、参议院三读通过的，大家也使查看卖咧。行政单位人员有迄个任职期限啊无？我甲你讲无啦，当时候。在讨论这些事，啊，众议院有人讲啊，这一定要有任期的，什么官员要哪家市长同款，要有四年啦，啊，立法委同款要有四年啦，但是咱要了解讲。袂使讲有这个任期啦，是安那无爱写任期落去，因为如果你这些官员都没有为百姓设想的话，马上就完了。袂使讲立法委员咧选到的时，和以前讲甲偌好听咧，那个马英九633，那没有达到。薪水要减一半出来，啊，起码要结束啊！唔知有人去甲讲，向法院请求扣押他的薪水，有人安尼做啊无？拢无啦！啊，有当时也是法院外因区的嘛，徐水德都在讲啊。法院是国民党开的，啊，这也不是我讲的啊。啊，所以政治人物哪会惊？讲出来是要给你骗票，算掉还是怪代志？你们，我把你们当人看。马英九有安尼讲啊无？拄到高沙的同胞讲。我把你们当人看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就很明显。所以，咱这本等下看看的，没有连线，就是讲希望以后咱的官员。没有为人民设想的话，没有为人民设想的话，那你就可以没有连线的了。不能说啊，你要等到三年以后，或是说四年以后才把我换掉，
没有这回事。好，这点我爱给大家知影吼，咱确实为人民设想啊，因为当然这个啊，大家只有初级班嘛，还有高级班，还有，所以我们只告诉这些。事实上，秘书长所开出来的条件，如果执政团队没有兑现，那个就换掉了。那这个就是很现实的嘛。那个跟柯P前几天有没有在议会里面议员执行议员哦执行北捷总经理啊，他说这个广告我们的那个代理人是不是外资，有没有中资，是不是他公家呢提起说啊，这个都中央也不啊，我们都送给中央啊，中央啊，柯文哲怎么说，他说你如果没法自己决定的话，我就把你换下去，我在当场。所以我说柯文哲的理念比我们较慢两三年，他也没有期限啊，哦，没有说一任多少年了，你没有办法达到为人民设想的话，他就把你换下去。哦啊，这要让大家了解，哦，我们比柯文哲更加早。你看市长真正是改变成真，很难得啊，哦，这就是教程。如果他没有选上，真的我们以后啊，台湾的人民还会更辛苦，连那个连胜文说台北市啊要花，等于把它用股票的方式啊把它等于是列出，好像人民持股啦，弄好人民啦，到时候大家会死得很难看。根本他们都是用财团的方式啊，到后来就形成了有钱的 越有钱，财团越有钱，人民更痛苦啊。柯文哲的目标大家再看一看，他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为啊百姓设想。他说像是台北市像是啊一个家庭一样，所以他的精神我们认为比我们晚了两三年了，但是他能够去替我们的观念去实施，事实上是都是这样的。一个啊城市啊 One City 啊
完我们就是一个家庭啊。这个如果都做到这样，那一定是公平、公开、透明。世界上的人，他当选以后，英国的也来见来看他，美国的，尤其是美国的众议院的啊一团的人也来看科比。等一下啊，我们再补充啊，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事实嘛。这个很重要了，大家这个都要 很了解。我们来看看这个，就这位，这位是美国助理国务卿啊，他在4月5号《苹果日报》标题是说罕见的啊，美驻青挺台湾自治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要看看这些啊，都要跟那个时间点哦，因为看这些啊，等于是政治上的一些发表谈论，或是给丢给报纸去报道，这些都要了解它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。4月5号，那这个报纸出来，因为那就4月4号的事啊，啊，4月4号。我们又比美国可以说是怎么样早一天嘛。这个是当时发生什么事，大家想想看，当时我们发生什么事。太阳花在全世界50万人站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时间？3月31号。那个时候啦，全世界比较先进的国家本土台湾人几乎都站出来，50万人，美国也吓了一跳呢。为什么？如果美国没有紧张，他为什么要赶快喊出来说罕见要给台湾自治啊？这个自治是什么？这个就是 autonomy， 这个是什么？要给我们上面有主人的自治了。大家可以查查，打进去查一下分子啊，把它查一下，这个是什么解释？是什么有主人？因为这一块台湾的土地是谁的？日本天皇的。日本天皇的土地
必须啊，给啊美国管辖，因为这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占领，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了，战胜了这啊，台湾是他的啊，只要占领全国，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写得很清楚，他是只要占领全国，所以他给只能够说是自治，不能说给你们台湾去公投，给你们去自决。因为谈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再补充一下，我们李登辉前总统当时要把台湾省废掉，有没有？啊，台湾省有没有废掉？大家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台湾省有废掉的，举手一下。废掉的，大家都不举手，那么就是都是没有废掉的。好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举手一下。我也蛮多的，好，根本没有废掉，他要废掉，美国说什么？不可以。你废掉的话，就变成台湾一个国家了嘛？啊，你又是当总统，你要把它废掉，就是台湾国了嘛？所以不可以，你还有台湾省。到目前，台湾省主席啊，是新竹市。两任市长林正哲，知道的举手一下。林正哲跟我同事过差不多两三年了。 是什么同事？他是在某一个大学当董事啊，我也在某一个大学当董事，所以我们认识，开会在一起。他现在是台湾省的主席了，省长了，所以这个是美国说不可以哦。再来，我们来看看阿扁。阿扁选上总统很风光啊，美国邀请啊，都给可以进去了，很风光啊。后来他要申请加入联合国，写一写寄到联合国去申请书，联合国秘书长潘锡文把他推荐，连开都没有开。啊，那也安呢？大家想想看，想看嘛，那也安呢？等于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的地方，我也都会参加联合国。那么大家都去把资料填一填去申请啊，联合国开会通过后就去缴会费，就变成联合国的会员了。啊，为什么台湾会被推荐？所以也要跟大家知道，联合国承认的一个国家，你要承认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四个条件，
大家知道不知道？要有土地啊，就是土地嘛，领土嘛，要有人民嘛，再来要有政府嘛，还有要有外交权嘛。我们四个都没有了，他说申请一下台湾共和国了。这块土地阿扁有没有拿到？这块土地是台湾共和国的契约书，土地是你的，而且是台湾共和国的字样，看有没有。你要有土地啊，领土啊，没有啦。啊，土地就是天皇的啊。好，再来，要人民啊，大家拿身份证出来看看，你们的身份证都写的什么？中华民国什么？也不是公民呢，他不敢用公民啊，因为用公民的话更严重，所以他都用国民。原来他就违反了那么一般啊，在国际上的一个人民的国籍要改变，必须要他本身的同意。以我为例哈，我叫我的父亲叫我多少，叫我妈妈叫卡讲，他叫我呼米奥呼米奥。啊，我父亲当时他是什么人？他是日本的台湾人嘛。啊，我父亲是日本台湾，我妈妈也是日本台湾人，那我应当也是日本的台湾人。现在不是了，用一个公文，因为讲师一定都有讲过啊，秘书长也一定有讲过，1946年1月12号，只有一个公文，只一篇公文，告诉我们什么？说改。回归祖国了，改变为中华民国了。所以你看看，连土地没有，人民也没有，啊，有没有政府？世界上不承认的，世界上不承认有这个中华民国啊，因为联合国根本不承认，因为联合国也就一中政策，根本就没有第二个中国，所以根本没有。再来，有没有外交权？啊，外交权跟人家互相承认，有啦，我们那个20几个国家所承认的邦交，都是中华民国跟人家建交的啦。没有一个是台湾共和国跟人家建交的，有没有？没有啦。但报纸讲都是哦，跟啊台湾跟啊哪一个有建交了，根本都没有，不是台湾，都是跟人家签的，都是中华民国跟人家签的，所以人家跟你推荐嘛。阿扁认为说，联合国不理我，好了，我干脆来怎么样？
公民自觉啦。什么叫做公民自觉？公民来公投啦，大家来投票，住在这里面的人来投票啦。那秘书长常讲说，如果我们住在国宾的客人，我们去住国宾住了六七十年，这些房客找出来说啊，我们这一些人来决定啊，国宾饭店是我们大家的，可以不可以？你就没有所有权，你怎么可能去你们自己决定就可以？所以不可能嘛！啊，但是阿扁说要来办公投，当时候美国就紧张了，所以把他起阿扁起一个外号叫做，就是麻烦制造者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听过？说阿扁是麻烦制造者啊 ，Trouble Maker， 就是你是麻烦制造者，那我们就可以体会到，我们来这边受信，早上秘书长在讲的时候，战争法有两个铁则，一定要记住。战争法有两个铁则，一定要记住。第一个，占领不能移转啊主权，就是大家去住国宾啊，大家来公投说国宾是我们大家的，都有这个主权，是不可能的，不可以的。再来，流亡不得就地合法啊，如果这两项啊，流亡政府是不是要走？你不得不走了，没有哪一条法律你可以留下来的了。这个就是很明显嘛，迟早他们现在只在拖时间了。我们再看看这些的准备的 PowerPoint 给大家看，的确是在偷时间。好，来，那这个清楚了吗？他们也紧张呢，美国也紧张呢，他紧张说大家来公投啊，都不能投啊，你们要去公投，只能给你们去怎么自治啊。有一个也很著名台湾大学的经济系的教授啊，我不好意思把他名字公开了，碰到我的时候问我了，说哎，张教授，你们啊，走到现在下一个步骤要怎么走啊？他也都知道啊，他问我我们下一个步骤要怎么走啊，我跟他讲啊，我们就像加拿大一样，像澳大利亚一样，像纽西兰一样，他是英国的什么国血，等于他们是尊重英皇啊，我们是要尊重谁啊？
日本天皇，因为他是领土所有者嘛，所以我跟他讲说，我们是像加拿大一样，我们是日本的国协一样，我们是尊重啊，我们尊敬啊日本天皇。所以我们会有这两片图案，大家看看，这个是表示什么？台湾现在是美国占领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人住在这里面了、啊、这样都很清楚了啊。人家土地人家的，你要跟他改变不可能的。这个是天津啊，第一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改变。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，大家有这个福气就是这样，因为你们来听到了这个啊华语，才很清楚了。有的年纪比较大的，他说他也是学法律的，但是战争法你没有修，旧金山和平条约你没有读，按他说台湾的人民来自觉就好了。美国说自觉你们要独立，就是代表战争，独立，台湾要独立就代表战争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哎，美国旧金山和平条约写得这么清楚，它是只要占领全国，你要把美国的占领全国要把它赶出去啊！你不是要独立，不是要跟美国战争吗？所以大家真的有这个福气了，有这个福气啊，再来了解这样。所以有的站在台面的啦，或是那些名嘴啦，有的知道不敢讲，有的装傻。当然他，我说台大经济系教授，他也是当过啊高雄市的啊财政局的局长，他现在也在科批之下在做事。我像这样讲，因为大家可能是把这些找一找就知道是谁了。他还问我说，到底你们现在要走到哪一个程度？那我就跟他这样讲，很清楚嘛。像加拿大，加拿大出去也是加拿大一个国家，但是他是尊重什么？女皇啊。那我们也以后我们尊敬天皇啊。啊他这个他有只要占领全国他也同意啊，女王也同意，那就可以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只有这样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去告美国政府，去告奥巴马？要我们为什么去会告奥巴马啊？就是这样啊，他不肯啊，日本天皇也不可能嘛，而我是战胜国啊，
台湾是我的，讲一个不好听，是战利品啊。当然他有要他同意啊。哦啊，如果说他现在就告诉我们他愿意啊，啊愿意，那也要问谁啊？也要问问住在这边的人也同意，那我们就等于是说跟加拿大一样嘛，跟啊澳大利亚一样嘛，跟啊那个就是都跟他们一样，跟那个啊英国啊国协一样啊，纽西兰类似这样，以前的新加坡也类似这种方式。我们一直显示什么？显示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。金普聪在美国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代表，在美国，他住两年呢，回来啊，这是媒体的报道说，甲马英九讲大船离港啦，啊，你想看卖？安尼是不是要闹跑？一直显示出来嘛，因为依照战争法，流亡政府就不能就地合法。啊，你们是不是要闹跑？去哪里？他们还可以去金门马祖啊。金门马祖是他们管辖的地方啊。哎呀，不然说他这个什么意思？大船离港。我小孩子的时候啦，常常听到说大船日港啊，有听到这个语言啊，无讲大船入港哦，哇，美国拢载牛奶粉加米粉啊，来了万州人，有啊无？拢有嘛？所以就很明显啊，那有这个讲，去伫美国住两年，等来刚回国，就甲马英九讲，去带接船啊，爱离港咯。准备要闹跑了，违反咱的做啥思考的逻辑嘛？啊，这我不是我要讲的，我在讲拢有哦，有人哦，有时间哦，啊个哈、哦，啊这报道哦，拢有。人时地好拢有，啊，即讲起来准备塞带去，正向啊，正要离港的大船，啊，要塞带去，讲啊，有诶讲啊，塞去平潭岛好了，平潭岛因都讲好啊，我会塞也再塞平潭岛，啊，实际上因伫。妈祖甲金门，较稳啦。啊，咱即马要证实吼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马英九因为敌我不分，所以。中共认为有机可乘，
有机可乘，是安怎？因为你们都认为啊，你们来这边啊，台湾的人民啊，都到中国去投资了啦，那么两地的啊，那个千亿化啦，啊，使国外的这些小朋友，所谓国外的小，国外的这些小国啦，也搞不清楚，啊，这样一看呐、啊，以为都是怎么样，等于是好像是已经是统一的倾向了嘛，啊，他就用什么？用阴的，这报道公玩阴的啦，好、哦，阴的是什么？这阴的嘛，吼、哦，嘿啊啊，这个是唱播的来对啦，是那唱播的来对，伊吼、哦、把这个要做。花这个叫做联合国的公报来对啦，资料来对啊，拢夹带啦这个附件，干那咧宣传讲啊，伊有权来收回这个台湾澎湖，这是要来骗这些小朋友啦，小国家啦，啊，伊甲这些小国家足好讲啊，伊会使安怎讲你知哦？啊，那中国讲伊呐，伫这个联合国提议啊，拜托，因为伊即马拢携带嘛，吼，和大家这个观念拢有啊。啊，伊呐伫联合国提议的时候，啊，伊就甲这个小国家讲，你跟我盖同意票。到时候我在你们的国家建一个机场给你们，建一条高速公路给你们，建一条铁路给你们。啊，这些小国家愿意不愿意？他一定要啊！他说台湾澎湖跟我没有关系嘛。像非洲的这些小国家，或是中南美洲的这些小国家，你来跟我建一个机场，现代化的机场，他们也需要嘛？类似这样，啊，就一盖就等于他就有钱收回了嘛。啊，马英九就是敌我不分啊，他认为中国就是啊，他要去统一中国啊，他认为他要去统一中国啊，所以刚刚开场白的时候说，哎，我们啊的那个首都啊是在南京啊。啊，最高山啊是喜马拉雅山 啊不是我们台湾的玉山 啊不是台北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大家就去思考了哈。希拉蕊他要选美国总统，他对台湾跟中国也蛮清楚的。希拉蕊除了这些他的报道之外啦，他还有一篇文章，他说中国在20年后还会更贫穷。因为他怎么讲，他下的结论是，他说他有数据哦，他说第一个，
中国的高官，中国现在有钱的人多90%，他的下一代都办移民，要移民到国外。他说第一个，政府的啊，跟早期也台湾也是一样啊，台湾那个流亡政府过来的这些高官，他们的目标也是把他们的第二代都往美国送啊，都一样嘛。那还有很多举的例子啦，啊，很多举的例子啊，大家可以去看希拉蕊的啊一些的资料，上网去查，可以查得到的。这个是回锅的首相呢？什么叫做回锅？大家知道吗？回锅就是他以前当过啊，再过来一段时间，他又回来当。他没有当的时候了，中华民国对他也不友善。他去总统府坐计程车去，出来也坐计程车走。我们外交部不在干什么？外交部在我的观念上，起码李宾斯的车子6、7部、5、6部都有。外国以前的正要来，你不要，你起码派一个司机一个车子给他用，他以后也会对我们好一点啊。哪里会晓得他认为他不可能重回当首相，这个就是啊，他们的观念是日本啊，是他们敌对的，中国是他们友好的，观念都弄错了啦。我讲一个插曲好了，这个可能有的上课有的讲师可能没有讲到啊。当时美国有关单位来问秘书长说，日本这方面啊，哪些人跟你们台湾比较好，这个政治人物啊，看一看，我们介绍两位，但是这个比较年轻。秘书长说：“安倍晋三。”哎，真的，最后还是美国支持安倍晋三。啊，这个就是当时候秘书长跟我们谈话的时候，他说出来的。可能有没有听过啊？哦，有的没有听过啊，有的有听过啊。我是可以证实，当时候就是有这件事。那个我们可以了解到安倍晋三啊，他要会持啊
自卫权啊，把这个解禁啊，解除了这个集体自卫权啊，把它，因为当时我只是说人家有来攻击我们，我们才可以反抗。那现在啊，他正在啊做这些啊国会里面啊的法令啊要修改。当时他啊在众议院里面啊70%的人反对，他也有很有胆量，你们反对我的政策，好了，众议院解散，再选，选过来以后，差不多2/3以上都是支持安倍晋三的，他众议院改选。如果众议院没有选到2/3以上以后，他可能就是会怎么样，辞掉了嘛，辞职了嘛，他的理想没有办法达到嘛。所以我们也很庆幸啊，他的弟弟亲兄弟啊也来过台湾。我们在前，我的印象前2年前啊，我们去靖国神社参拜的时候，派他的秘书啊来跟我们打招呼，所以他很清楚台湾民政府，他很清楚台湾民政府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国防部签大职，知道的举手一下，3个、4个，其他都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也报道的哈，这个都是报道，《自由时报》报道的。11月9日，为什么要签大职？6月份啊，金普啊冲回来的时候就跟他讲大船离港了，那个是6月的时候，因为金普松回来以后他就给他去当什么国安啊秘书长，国安会秘书长啊。这个事是在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搬去哪里啊？搬去大直啊。大家感觉怪怪的嘛，吼，会不会？哎，总统府原来都是在哪里呀？哎，不，国防部都是在总统府的后门呢。事实上，他是在保卫总统的呢。正门是总统府，后门是国防部。那、啊、里面国防单位的住在里面，好了、啊、这个就很清楚嘛，哈。
刚刚大家给大家看那个照片的罗素啊，罗素这个啊，东亚助理国务卿罗素，他怎么讲？2015年台湾重要的政治年，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兑现。啊，如果是2005，现在还有多少个月？算一算，六个月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的真的是有福气啊！啊，你们现在才进来，啊，就要改变了。啊，我们变化古法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功德这样，我再补充一下了，我是第一届的学员了，得改哈，对，啊，我第一届的，这里也做讲师了。啊，迄阵来感觉是安怎，你知影？哎，那我来感觉稍微怪怪，安怎怪怪嘞？第一，我去参加迄个李登辉国事班吼，哎，也无咧交钱啊，哎，啊去到遐个便当，互咱食无聊的呢。哦，这吼。参加迄个革命实践研究院，去带头到四五工，哎，也无咧收钱啦。我咱去啊，我食免钱的呢。哎，啊来遮，哎，秘书长讲啊，咱遮大家拢爱交钱，哎，伊也去拿呢。啊，所以讲大家拢去拿钱啊。所以讲，这都无同款啊！因为迄阵啊，才拢开始，确实都无钱。大家敢若有这个理念，做工事啊，无钱呢。当然，即卖现在工事大家有咧念啦。哦，啊，就是讲这个，迄阵啊，拢是奉献啊，当然。到现在我还是都在奉献呢，因为我还可以啦，因为我现在虽然这么老了，多少还有会有收入，因为我本身去查一查，大家都还不了解我。我如果你去看我的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去查查我的那个资讯，可以查得到我啊。哎，教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是又是专业人士，教授有年龄限制，我到65岁大学退休，再来66岁以后到70几岁大学，另外一个大学聘我去讲座教授，讲座教授到70几岁，我们也不好意思，70几岁了嘛，那我们也就退了。退了以后，我是专业人士啊，可能如果政府机关要我再去审查，我也去审查。最近接到一个通知，我可能会又去屏东县政府审查一个案子。我是专业人士，专业人士没有年龄限制。
啊，大家还要再了解我的话，你们去看一一一四个一，人力银行啊，四个一哈，人力银行哈，那边是有一个叫做名人啊，华人哈，华人世界名人小传啊，当时候要我提供格言呐、啊。那、啊、我也提供了，当时就是说态度跟有心，态度就决定高低了，你做事的态度，有心一定会成功了、哦啊、都是这样。所以我当时参与的时候啊，认为这个是一定的嘛。前几天刚好在台南说碰到一个外面来的，他也不表示身份啊，在我们跟我们同亲在那边讲，大家在那边讨论的也说不清楚，刚好我去了啊，我跟他讲，他要我的名片，我说没有了，你 Google 跟雅虎我张文彦教授打上去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了。啊，我再问他说，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这个判决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我问他，如果你是高等知识分子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你相信不相信？他就也不答了、啊、跟他再讲一些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啊、国际法讲一讲，他摸着鼻子就走了。而这个就是100%正确的。你是高等知识分子最好啊，如果不是，那就很难去谈下去了嘛。类似这样，因为他们都还没有受到这个法理的观念，他们也不清楚，他们认为他们是对的。哦，现在很多民进党的高层的人员啊，认为台湾人民来公投就来做决定，他们不晓得美国说独立就是战争啊，你公投就想要改变主权啊，啊，依照战争法就不可能的嘛。所以大家有这个福气啊，时间这么短的时间，你们就来参与。所以要拜托大家回去啊，介绍更年轻的、有专业的，因为我是专业人士了、啊、专业人士没有限定啊，没有限定年龄啊，因为我有证照啊，我签字算是哦，我的签字，所以我们正需要这些人才，年轻的、专业的，那么多来，赶快哈、哦，来上课啊，来报名啊，来申请第二个申请身份证啊，邀请你们的亲戚朋友都去办。因为为什么现在办有没有好处？一定有好处嘛！啊，秘书长有开出来条件，所有的执政的
关联，我刚刚都讲过了，一切为百姓设想啊，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的，那就换掉嘛。和平也很辛苦呢，有的人以为当政府官很好过，等于在领薪水吹冷气。可比7:30要开会呢，我说我公务人员8:00上班呢，他你管你8:00上班，7:30你当一级主管你就必须要来到啊，你说这样人家看的真的是很尊敬，那些就是真正在为下一代、为人民谋福利。我们这个观念比柯P还要早，柯P现在在实施了，那我们也是这样嘛。所以说刚刚发的那一本都没有任期的啦，我们的官员啊查查看都没有任期的啦，因为在审这个的时候啦，我都在场嘛，哦，我是参议院嘛，哦，类似这样告诉大家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来看啊，这些把它联系接下来，把它想一想。他说身体不好了，差不多又当了啊，当了。啊，我们国安会的秘书长又当了差不多半年多吧，他说身体不好啊，要辞掉了。报道啊，立法委员啊质疑了，先跳船了，哦，安排啊，马英九的救生艇啊，以后要跑才好跑。事实上，真的台湾人民哈，真的是很善良，连一个当讲话政见没有实现的总统。没有实现的总统，633没有达到，要坚心想1/2坚出来，真的是台湾人民真的是很仁慈，都不会去追，应当要都把他赶下来了。没有信用的嘛，如果是在国外，如果是在国外哈，一个政治人物讲出来没有做到，人格就是神啊，他的人格就被人家怀疑了嘛，那还现在还在做啊。这个他说安排救生艇啊，哦，这个都是也不是我在讲的嘛，哦啊，这个就很清楚了啊。我们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都把它列出来，怎么会晓得他要走了呢？
看图说故事了哈。这个是老的那个京戏的啊立伟啊哈。啊，你看他说不信啊。好，哎，我们再来看，这个都很奇怪啊！看到这个都很奇怪。哦，因为问到这边，我还那个马英九啊，真的是台湾人民真的。对他真的很好，连拘留钱都弄不清楚。他说：“我出来了，以前有办，出来了，这么久没有回去啊，就失效了。”没有这回事，你要失效，要亲自自己写申请表，说我放弃，连。到今天为止都没有放弃过，因为他家里面都是两个女儿都是美国人啊，还以前还在这些啊第二代外省的这些政治人物啊，还要质疑说阿扁的媳妇一定啊要回来台湾生小孩，台湾人民台湾人都不可以，那些外省族群的人都可以，真的是台湾是两套标准呢，真的台湾人民真的是太善良了，应当大家真的讲一个不好听的话，就说选举开出来支票没有兑现，你要就要下台，你就不合法令，连放弃美国拘留权都不敢添不敢写，还要占据这个总统的位置啊！你看，无法度，真正啊，人民不出来嘛，怎？当然，美国只要。符合他的利益就好了，来合适来跟我买合适啊，核电厂啊，来这些重要的武器来跟我买，但是到现在哈，我们再来看看啦，哦，看看我有没有丢出来。那我们再谈到那边，我们再来补充好了。先讲这个了哈。他为什么下台？大家知道吗？讲一句话，他。就是太阳花事件，人家去攻进啊行政院的时候了，他使用武力、暴力驱逐，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啊，
这个就是，所以被逼到后来，人家要求他提出这些啊，用武力对待啊这些军警，那个就是警察啦，用啊等于来用这个啊武力啊来镇压的这些情形啊，要叫他要交出这些。等于是凶手出来，他都没有嘛，啊，没有就逼了以后，他自己等于是负责嘛，他自己就下来以后，他说要回台大，对不对？台大要不要给他回去？因为学生反对嘛，啊，因为谈到这个地方，大家不晓得学校制度哈，大学制度哈。是这样的，我稍微也补充一下大学那个老师的聘用制度，通常都是要三审制的，系院等于是系里面跟所里面通过，送到院，院通过再送到校，都有他们叫做教评会，啊，我都当过，哦，学校在大学里面的这些我都当过。一位老师我们发的聘书啊，正常是两年一聘，以前是一年一年聘啊，到两年一聘啊，借调啊是三年。第一张聘书啊，你当老师啊，现在要聘你当政府官员哦，一下的话就三年嘛，政府借调三年啊，三年的话，第一张两年证书嘛，第二张再两年，刚好三年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大家的，因为他现在当教授嘛，啊，教授现在政府要叫你去上班，好了，啊，你就向学校聘也申请可以，学校有这个名额啊，可以，你只要有时候只来上啊三堂课就可以，有的就说。啊，可以不要上了，在研究所来带这些研究生就可以了，哦，等于是有兼几堂课就好，或是有的都不兼都可以，那么就过去了。第二张聘书学校照发，两年到了第二张，因为他还在当行政院啊院长嘛，啊，学校照发嘛，啊，发的时候呢，那么接了下来，他时间一过，等于他已经断掉了这个教授的身份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超过，他下来应当是在11月和12月的时候下来嘛。下来的话，已经通常在审理这些聘任啊，都在3月份、4月份。5月份到7月份，校教评会都要搞定了，哦，这个是整个程序的啊，因为他过期了，你要回去就从头来了，等于变成新聘了，这样晓得吗？一新聘就麻烦了，从审哦，重审，这些学生就站出来了，我们系里面学生都站出来，院里面学生站出来，我们这个老师不要所以有这种困难了，啊，哦啊，如果 像那个就回去了吧，那个你，有一个以前内政部啊，那个那个也台大那个应当是水利方面的专家，李鸿斌，他是啊对了，李鸿源哈，李鸿源就怎么样，他当初就决定了，有时候他在犹豫啊，他就决定啊回学校啊，他就那个学生出来反对也没有用，如果学生出来反对没有，他不是重聘的了，
哦，类似这样给大家知道一下啊。他离职以后没有办法回学校了嘛？一直都失业呢。马英九也没有跟他封半职都没有呢。到什么时候？出国前一天，这样有没有奇怪？如果他退了以后，那干脆就封他嘛。哦，给他三月六号等于是他三月五号是回出去了嘛，三月六号才会见报嘛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再推算呢、啊，三月四号啊，总统府才发布聘他为资政啊。第二天叫他去美国啊！大家把日期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告美国奥巴马跟告中华民国？我们什么时候去提告的？大家算算看，我们是二月二十八号提告。我们是二月二十八号提告以后送到他们外交部，要不要时间？也差不多这个时间。他们接到了以后，我们外交部说怎么样？打开，可能是影印一份，哎呦，盖起来说拒收退回去，有没有？有嘛齁、哦啊，你看算算这个时间，是不是中华民国紧张了啦？找一个人赶快去美国去找律师，看怎么去摆平，怎么去拖延啊？找谁去呀、啊？啊，找他去呀、啊？啊？因为啊，刚辞职啊，啊刚辞职，工身体不好，怎么会又有官职给他呢？他刚好可以嘛？啊，你事实上他要去也很困难呢。他啊去也是很困难，第一件困难是什么？他父亲已经病危了，他出去不久他又回来，父亲死掉了啦。父亲病危的状况，有的人说啊，我老爸的发病都被死了，你们我死了后不再来办了归去才出来，是不是？他哪要去？他讲的说要去什么？讲去哈佛啦，学者访问啦，一年啦，啊个斯坦福啦，好、哦，讲要去遐啦，啊，这都是啥？啊，实际上都无影无一只，以这个时间去，搁足趣味嘞，什么人去甲送机？什么人去送机？你看什么人去送机？啊？这是什么人？这里面你如果没有鬼哦，才谁相信？这个是另外的事情，我们不提了哈。我们只是说准备的这些。啊，大家想一想看，叫他出去，前天发布资政，
第二天叫他出国，还叫一个警察头子陪他出关。啊？出关呢、啊？啊，你看，这我凊彩想吼，这过关口的吼，那看到王昭君来，拢也惊嘞。伊刚讲，哎、欸，你哎，迄、欸那个江宜桦这个行李来开看麦，啊，你包包关来顺看麦，会安尼也袂安尼。啊！所以你看，你大家用脑筋想一想，找一个王昭君警察署长陪着去送机。啊，这个是不是有任务出去的？那随便想一想就。有他有没有去做任务？有，我们慢慢给大家看。我告诉各位，啊，3月12号，台湾民政府在美国华盛顿 DC 在做什么？大家想。你们有没有看我们华盛顿 DC 我们秘书长的夫人在那边发表有没有？那个他们是外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呢，带着这些众议院的外交的啊人，等于是国会议员，把他拉出来，不要在美国听我们演讲，跑到台湾来。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。不是这个，我们这个，我们你要去联想啊，去思考啦。江宜桦过去啊，去他一定去办公事，公家的事。我们去告美国，他们很清楚了，他赶快去找律师啦，找策划啦，那些哦，好像说。把他们国会重要的人啊，不要去听，不要去听我们的演讲啊！你们都把他离开美国。如果没有把离开美国，这些人都会去听讲的嘛。离开台湾啊，他们回去的话，那时间又拉长了，他们就忘掉了，也就啊，这个事情就啊没有了。等于是拉一批人来到台湾啊，台湾他说来看谁啊？这个就是主席啦，啊，罗伊斯啦，这个大家认识一下啊，他把这个时间点把它连接起来，啊，时间点连接起来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哦，真的是政治哦，真的是不是很正常的啦，都是。好，大家看哈，哦，来再来看，好了。大家给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哈。
大家看看哈。柯批抽，哦，他们呐，啊，他们罗伊斯啊，他们来问柯批怎么讲？他们说圣贤的策略是什么？很奇怪啊，他会显圣，啊，他是有什么策略？柯批怎么讲？啊，大家思考这个是怎么解释？大家动脑想一想，给大家稍微动脑想一想。好了好了，我解释了哈。通常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好像这些好像在游泳的人，如果一般没有流血的话哈，鲨鱼不会。有时候你游过了也游过了，你一流血以后啊，你这个血跑出来以后啦，啊，它闻到这个腥味，马上看看那个啊，电影都有嘛，吼，鲨鱼马上回头来要咬你了。这个就是什么？大家啊，想一想看，吼，柯批当时候罗斯雷，大家晓得罗斯雷吗？啊，罗斯雷是专业的人士，他也是专业，他是会计师，他也是会计师总工会的啊理事长，拿专业人士要来抹黑柯批 ME149 这个账。有舞弊，有问题。哎，他是会计师总工会全国理事会的理事长呢，等于是要捅了一下柯批。啊，柯批如果他被捅一下，如果他游得比较慢，鲨鱼就咬死了嘛，他等于不要选了嘛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柯批很聪明，他所有的费用全部贴在竞选总部上，全部贴出来，他的所得，以前几年前的所得也都贴出来，他就等于是很快就贴出来了，等于是您跟我捅一刀，我赶快游啊，就游得比鲨鱼快，他就贴出来了，没有事了。那个小鹰被捅一刀有没有死掉？上次选举的时候就到现在还没有判呢，那个是伪造文书呢，那个小英上次是那个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啊，刚好那个谁啊，那个李，就是我们经济，可能是财政，可能经济部的局的经济部长是，当时候他当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签的那个啊那个案子，他说。他有啊
等于有私下有什么好处，把那个日期啊，它是下来以后时间上把它改，所以就是等于事实上原本上就没有啊。当时候他没有像柯P一样啊，柯P就，但是柯P还有被捅一刀也蛮严重啊，这个是一刀很严重的事。他拿专业人士来证明他是会计师，如果照讲的话，所以我们这边没有公理嘛，照讲的话，这个罗斯雷应当要辞掉会计师。你用专业人士来看人家，又挂的总工会的，到现在总工会也没有辞啊，这个是都是不对，因为这个中国人的做法都是这样嘛，能够骗的骗过去就算了，他没有自己感受到说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这样的话就弄错了，弄错就没有像早期的接受日本交易的人都道歉了，有的就辞职了啊，都他连都没有。那个柯P又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？指责他是卖器官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不是很严重？说在美国一个学者说他在卖器官，好在他怎么样？在美国有人听到了以后啊，说这一本书啊，两天就有人把它翻成中文，就丢回到台湾来啊。他们的律师就写信去给这个作者，这个作者认为哇，柯P蛮优秀的，又跟他证明说没有，他也没有参与卖器官，这个都乱讲的，所以又回来又公告把他贴出来，所以柯P没有死掉，有的比要鲨鱼还要快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要不然呢？一般的人，要不然一般的人去美国的一本啊学者的论述，他两天人家在国外把他翻好中文寄回来，他说里面这个学者有说柯P在卖器官，他这个就是在乱来嘛，乱来造谣嘛。他醒过来以后他赢了，慢慢再去翻回来，醒过去了，你已经输掉了，那有什么类似这样了啊。他两天人家美国那方面侨界也很配合啊，大家也很支持，所以就有的人就这个要翻的话呢，有几个人，两三个人啊，你翻第几章第几章，大家翻一翻啊，来合并马上好了寄过来。大家可能是大家加班十二个小时，一天上十二个小时的班，把它翻一翻就寄回来给柯P，柯P判官都没有啊，啊，赶快他们的律师团写个函去跟这个作者讲，这个作者讲赶快证明啊，说柯P根本就没有啊，还要赞扬柯P是在医学上又有这么成就。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啊，哦，因为时间上的因素啦，我要给看一部片子，就是我们一个啊童星啊去美国啊用这个身份证这个片子啊，我们那个黄石娇的片子啊给大家看一看。那么回去啊，就是要拜托大家去鼓励年轻的啊，有专业的来办啊，来上课啊，再来就办身份证啊。我们来看看啊，黄石娇啊，他的认真做法。各人的同心
吼、哦、啊，黄石啊，教咱甲鼓掌一下，请伊来现身说法。伊去比国来用着，看伊安怎讲。吼、哦、啊，这拢无到空啊，吼、哦。后来啊，阿姨，你讲报告一个时间、地点啊，甲使用的过程，互大家了解一下。后来。大家好，我叫做黄淑娇，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，因为当时去的时候，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，啊，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，我是坐达美航空，啊，伊是坐 UA， 啊，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，因为我入去的时候未记摕身份证去，可是回来的时阵，我就想起，啊，我有身份证，那未记摕何用？我等下干来摕身份证去，啊，迄、那个通关人员哈，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。他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，结果他就还给我，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，送还给我，我很感动，我想奇怪啊，我出入美国这一摆啊，拢唔捌拄到这么好的安尼，这恭敬送互我。后来呢，伊给我另外行一边，另外一个通道，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，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。那另外我的朋友呢，他在旁边。哦、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，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，那个外套、鞋子、衣服都要放，都要脱下来，放在那个盘子里面，啊，才可以通过。那人呢，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，都要往上这样子。扫描过以后，他有时候不放心，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，才让你通关。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，而且是。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，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，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，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。后来我了解以后，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者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。哇，我感觉足幸运，因为我有台湾民众有这张身份证。啊，好像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，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行我。大概我来通关的时候，安尼一手尔，他没有用双手。那一天呢，他真的是双手，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，我足感动。我讲哇，我食到60外岁，去到国外，这摆是上方尊重啦。因为那定在国外出去的时候，咱台湾拢无人认，知影咱台湾，甚至吼人拢欠啦。我讲唔是，我是台湾人，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。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，我足感动，所以。很感恩一长在这边，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。谢谢你们，今天真的很有福报，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。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，我们可以去国外就备受礼遇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阿伯安尼好哈，咱这个影片看到这就好哈。我要甲搁强调一摆，这张。有的人跟我们说假，拿去美国，啊，他给你看到什么？你是他们的官员，是不是这样？叫他这样说，他到尾又问起来说，欸，是他们的官员，他这样甩一下，他的资料就出来了，啊，有什么好假？100%正确的美国制造晶片的啊，大家唔好哄骗去。哦，咱是晶片的，啊，这我是100%，啊，甲大家讲，哦，绝对。啊，我这张我和达赖喇嘛魔鬼啦，哦，魔鬼啊，都要有机会吼去达赖啊，去一下啊，可以看一下安尼啦。哦啊、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足感恩大家来参加，要拜托大家两件代志啦，大家赶紧叫厉害亲戚朋友拢来办一张。第二，叫较专业的、较少年的，吼、哦、来上课。啊，今日就到这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。